大家好，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彭纯之医师。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，要请同学持续落实勤洗手、戴口罩等个人卫生防护。另外，也要请家长特别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，如有发烧或身体不适，请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。同时，在校期间也要请学校伙伴与同学们定时清消学校环境与设备器材。使用空调时搭配对角开窗，确保通风良好。搭乘交通车请全程佩戴口罩。用餐前应正确洗手，用餐期间不交谈。校园防疫不松懈，安心学习有保障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守护彼此的健康。
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8511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85113366。相信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各位朋友，我是吴念真。过年又搁要到啊，阮需要你的帮助，或者高考的朋友也会当食一顿好，也会当感受年节团圆的气氛。爱心专线：02-8966-4306，02-8966-4306。